我们今天来台南收一台公益车，2001年的普罗米欧2.0的，看起来是 OK。不要说说第一名啊，这个随便都排到前五名以内的。嗯，这个从新车开始都原厂包，都留着。嗯，还可以，就觉得甜度大概2到3分。这家也是开很久了啦，就在地算小店这样。那个根真的是透明的。对啊，它这间特别是这样，而重点是这间贵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。我们今天来台南，我一下车就觉得我穿错了，我刚刚还穿外套哎，现在都全部都脱了。我们今天来台南收一台公益车，2001年的普罗米欧，之前我们有一台是1.6，好，这是2.0的，看这车牌就很怀念，有没有？高雄市，高雄市。欸、这个车很神奇耶，这种年份的不是很多都是绿色吗？之前我们做的都茉莉的啊，都茉莉的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银色也是有，其实比较很少见。其实反而白色的有没有看过？有，也更少。对啊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车子，这五狗嘞哈，轮胎看起来是蛮新的，米其林的，2019年22周，深度很深。这個、定位灯呢，以前那个超流行的，打开就知道了。你知道2.0跟1.6的引擎怎么分吗？怎么分？这个。躺着就是2.0，直的就是1.6。可是这样子最好换的话，就是这个机油芯超好换的。前面看起来是干的啦，后面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是还 OK。哎，这正高级的，这个都镀铬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哎，把手都镀铬的。漆面看起来都还不错，还不错哈。啊，椅子就正常，只有 N 级。哦，20万7752，有气囊呢，双安。哎，我看它的内装那些饰板都还都还不错哈。这个啊，这个如果拆这个都很容易断掉，这个都不能乱拆。好，椅子就是正常了，正常使用了。目前这边都是板件都是还原本的，外表是有一些啦，好，底下这边就算使用痕迹啦。现在车很多都没有这个了，挡泥板。我们在滚动的时候，石头喷上来，这边就不会喷到东西头。现在车都没了，现在车都不晓得为什么都偷掉了。欸、你看以前的车还比较 Q 啊，还坐啊，现在车已经跑出来了，还不坐。后保感就是有一些伤痕比较多了，后面的空间还蛮大的。哎、啊，这个有一个空气清净机，你看很用心的，自己做的。你看这些板子自己做，因为这一块啊，这一块都会破掉。啊，为什么会破掉？一开始不知道叫校色，哎、欸，把又要走错破掉。哦，通对叫破掉，对，啊，因为久了也是这个比较软呐、啊，后面 OK， 啊，板子多加了一块，载东西就不会塌下去了。这是小改款的，你看这里就知道了，它之前都装在这个洞里面而已，嗯，这个往凹痕里面，啊，现在都做这个哇，做比较宽这样过去，这边有稍微擦伤，对，啊，这个还铝圈的，门板这都还不错的吼，因为吼他们天气好，比较不会下雨。其实这个门板跟以前的 LA 又不一样了，这门板会比较好一点。这台蛮漂亮的，还蛮漂亮的啊。对啊，换新车或捐出来，其实就是很有爱啊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他拿去折抵可以最少5万块。啊，我那时候要捐，你们还劝我不要捐。你这是害人，我们现在是帮人，不是害人。好，看完了，应该这个应该有换过，其他的都没换过。为什么？颜色不一样，里面正常来讲应该就上灰色好了啦。那这一样银色，那这个就是不一样。哎呦，真的，应该要跟这个一样。对，我去看那一边。哎、欸，真的是一样的呢。一样的啦。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包啊，他没有包的，包到，对、啊、吧？他可能就抓那包啊，那样。啊。加包加，你们看到？对，这里有一条。对啊。这里有一痕。对，下几年？23年，23年换了这一个也还好。泰山，你看你现在几岁啊？50岁好了啦，鞋子已经换了几百双了，对，都会嘛，衣服也换掉啊，这个换掉一个都是很简，没关系。鞋子几百双是你吗？不是我。好，看起来是 OK， 不要说第一名啊，这个随便都排到前五名以内的。嗯，对啊，他因为他有整理，我这样看过去，引擎角度换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请，好来，请一名耶、yeah ，我跟我女朋友啊，老婆啊，老婆认识的，就是。我做公益认识的，去年我们都买了新车，然后今年要结婚生小孩，本来一直找不到有缘人来接手这台车，然后后来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既然小师跟柯P你们有在做公益，那我们就把它做公益，就延续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方式，那就延续他的生命这样，让他再延续下去，搞不好再有另一段的好的姻缘，那也是不错。车子没有问题，好，因为现在也比较热，那我们就直接上车出发去吃美食，来，再等会儿。
刚忘记讲到这一卡，这个从新车开始都原厂包都留着。车主说中间有几张不见了了，你看人家以前这个设计这个，哦，这个很好哎，欸，对，这很好用。旁边有灯啊，你看原厂的哦，当时的设计就是蛮贴心的。哎，欸，好灯哎，欸，还好的哎，欸。我们现在要去要开大概30分钟啊，我看一下油，他把我们加满了嘞，贴心嘞，比新车业务还好，新车业务都在哎，欸，左转那边有加油站。你之前是做什么工艺？我是做艺拍，帮偏乡小学拍毕业建设，老婆是刚好那时候的老师，申请这个计划的班导师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啊，但是为什么？换个角度讲，你要做这个爱心，你才会遇到，不然你没去也是 no shoot 啊。搞不好我去就是我嘛，假设嘛，就别人去就别人的了。我还是我的，所以我们只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，就会有机会。我还是我的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风纪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哎，欸，台上问你哦，以前台北是不是很多这种停车啊投钱转，啊后来为什么都不见了？变成收费了。我记得以前哦，这种投下去啊。几十块这样转，对，英格兰焦糖啊，还可以，所以里面成分是什么？有柠檬，有青茶，甘蔗，对，柠檬、甘蔗、青茶这样。这家也是开很久了啦，就在地算小店这样。我是觉得甜度大概2到3分，你喝一下，对不对？3分吧，耶，yeah ！第一站，你拿这张啊，甘就是甘蔗、柠檬，好，还有凉的青茶，好吧，简称嘛，叫甘柠凉。其实忘记讲了，豆点太久了，刚好吞口水之后卡住了。好，继续下一站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可是它已经一分糖了，到时候如果真的要再改的话，是这样，0.5糖。有这种糖分？假设我们一瓢的半瓢，就是0.5，没错吧？那一间浮水鱼羹。Yeah， 第二站，看起来是真的是在地，因为旁边好像国菜市场，行啊，来开来家，我们去吃看看，走。推荐的是鱼羹，一定要点它的鱼羹。那，然后就看你们想吃饭或面。我自己是喜欢吃肉松饭配鱼羹，然后再点小菜。是清的嘞，清的嘞。我先喝一下。还不错。这个我还没点过哎。吃吃看。真的是甜的耶，你没有吃出来。还好啊，刚那个更甜。这在我们来说是咸的啦，那个根真的是透明的。对啊，它这间特别是这样，而重点是这间贵。它这个是用那个上海鱼肉做，像做成鱼酱这样。然后有时候还吃得到那个鱼肉在里面。它有猪油拌罐的，猪油很香。不行，你们回去不能瘦着回去，这样会对不起安仁乐。不会了，不会瘦，我们本来是受不了的人。蛮多块的，真的好吃的。看看加个看看给我，吃的好干净啊！看你这甜的甜的。所以它的饭呢，是那种粒粒分明的。我喜欢那种颗粒出来的。比较简单来讲，就是应该讲崩啊扁的，没再讲嫩崩，是这样吗？哦，知道大哥，大哥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啊，爹在口袋名单里又来，吃完晚一点还可以去逛夜市。这是什么夜市？旁边五盛，然后那边是花园。刚刚这个是一分，你觉得刚你吃的是几分？2分哦。吃饱了先运动，等一下才吃得下。耶，yeah ，车也收到了啊，吃也吃，喝也喝了，那我们就要等一下就回去了。好，再次感谢一下一鸣把这台车交给我们了，我们要再续他的前缘。再次感谢一鸣，谢谢，麻烦你们了。那，我们等一下都直接回去了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，耶！谢谢。好，我开了一下，
刚有几个没讲到，我再补充一下。哎，方向盘竟然没讲，方向盘这横道木都好的，可是它这边有点就是使用了20万，就是有点这边啊，这边比较严重。你说破皮也没有，看乌鸦，如果真的需要再请干爹出面好了。哎呀，这个是好的，好的啊，好神奇哦，它这还有一点阻尼感。Ava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没有啊，还有嘞，有全车车距警示，我现在用广角，实际上蛮近的。